好，关颖跟绯闻男友言承旭传言分手之后呢，现在竟然改玩起了女女恋跟 SM。原来呢，这是在他的新歌《关不住的秘密》当中，关颖呢就穿着性感的马甲，又大胆的演出。穿着红色透明蕾丝马甲，跟女舞者大跳野艳舞蹈，造型就跟马丹娜一样的狂野。关颖为了拍摄新歌 MV， 真的拼了。颠覆名人千金的形象，新 MV 当中关颖彻底变身成女犯人，衣服一套套换，一套比一套还性感。 MV 内容更是突破，还跟头戴面具的肌肉男暗喻 SM 情节。电击棒电他。不止如此，还跟外国女模脸贴脸互相挑逗，不过关颖却是边拍边笑场。本来以为这个情节演出对关颖来说很困难，不过关颖却说跟肌肉男合作比较难，要挑逗那个壮汉，同时间又要摆得很轻松的样子，然后一副很酷的样子。最难的是他身上很油，然后我还要好像很 enjoy 的去抚摸他。不过不只要看情节，更是要仔细看服装。耗资了百万新台币打造的新 MV， 关颖可是连换了七套国外名设计师的服装，砸下重金，也让关颖的新 MV 除了歌词内容之外，更具话题性。中天新闻综合报道。